黄大仙，黄大仙，只怕咱们全村都要遭殃了。王爷，你醒醒啊！这怎么个真的？黄大仙，这是黄皮子的庙。这儿才是阴宅。这壁画画的是某种献祭黄大仙的仪式。 死在了这儿，对黄皮子来说是在人下的阵。快抢救他！快抢救！